台北港口奉圣宫主委罗里阿昭率领委员们一起向黑面三妈祭拜，祈求新建完成的奉圣宫能够供运昌隆、香火鼎盛，同时也借由安座大典让信众共同庆贺。刚大提示，还会老火嘞，啊老火滴滴滴，啊滴滴，阿妈祖阿祖母讲妈祖还带进老火的厝。啊，无按怎嘛，爱想办法，吼，想办法，安尼来甲起这庙。民国76年，台北港口奉圣宫从双连迁移到信义区里安里，就坐落在石泉岩清水祖师庙上方。主体建物不大，里头供奉妈祖、观世音菩萨以及福德正神等神明。里安里长刘梅菊也与信众发自善心捐款，希望祈求里安里内一切平安。罗里阿昭主委哦，他奉献哈。一心他要把这个庙盖起来，所以呢，我们只是尽一点小力。老天爷个观世音菩萨、地藏王菩萨，好啊，求婚姻的啦，元老阿个祝新娘嘛，拢有。除了信众，还有来自台湾各地的公庙进香团，也专程前来参拜，会后也一起享用庙方提供的平安餐。透过安座大典，庙方期盼奉圣宫与清水祖师庙一起保佑六张犁地区风调雨顺、民民平安。记者曹登华采访报道。